经过一天的装饰，老弟的岛龟海景别墅已经变得异常温馨。而昨天呢，我也去海里边修复了很多海底裂缝，收集了材料，制作了一身新衣服。而且我们昨天孵化的岩龙蛋已经成功的进化了一条非常勇猛的岩龙。经过我们耐心的饲养之后，它已经变得足够强壮，并且今天就可以出发挑战火山岩浆，收集更多的金属矿石材料，修复更多的时空裂洞。今天呀，咱们就先看看这个小岩龙的一些奇葩技能。对了，还忘了说有这两个小伙伴陪着我们呢，是昨天我们遇到并且驯养的霸王龙。这些岩浆霸王龙的嘶吼咆哮丝毫不输于我的那个龙喉咙怪兽。还有呀，你们别看这个小三角龙个头小了点，但是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，还真像一对可爱的吉祥物呢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今天的主角该登场了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启用熔炼模式，让他调整一下状态，然后咱们好好的看看他的喷火球之术。看这个驾驶舱新颖吧，它就是我们龙喉龙的最新座骑鞍，其实让你蛮舒服的，有种席梦思的感觉。咦，你们刚才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它的喷火球之术，按下空格键，从它的身上还能喷射出岩浆之火。鼠标左键是岩龙猎爪攻击，可以对近战生物造成巨额伤害，而右键则是蓄力喷火球之术。哎呦，这下玩大了，直接把海上平台的玻璃板给全部打碎了，看来得马上出发火山寻找材料，赶快的把它修复一下了。你还别说，这个样子看它倒是蛮可爱的，不知道用它身上的火能不能烤串呢。说着说着就饿了，哎，废话不多说，还是赶快的前往火山吧。我直接来到了科技塔这边，在这里直接把它召唤出来。低温舱是非常便捷的工具，所以咱们可以随身的携带熔喉龙到各个生态圈。熔喉龙的采集效率和攻击力都是非常高的，前面有个裂缝，咱们过去修复一下。哇，这个喷火球之术原来蓄力之后打在地上真的像放烟花一样。这火力十足，用来烤串绝对美味。火山地区基础材料非常多，而且利用熔喉龙采集材料也会成倍的增加，这样以后见到装备就再也不用担心材料问题了。喂，呸，嘿嘿，小肉蛋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当我修复时间裂缝，你们通通的都会变成火焰烤串。呼，双管齐下，给你来个八成熟，搞定。修复时间裂缝，趁着时间一会儿还能泡个岩浆澡。关心，恼火，赞同，眨眼，无聊，缓冲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得不重启我的显示器，现在应该好些了，让我们测试一下，庆祝吧。的确该庆祝一下，好好的泡个岩浆澡，咱们明天就出发雪山，驯服更强大的雪山 BOSS。